他的力量，借他的力量回来就好了，一收一收身回来就好了，这样子懂？不用再去控制那个人，你不要去跟他比力嘛。他在这边，我在这边，就他的轴进来，你看到这边嘛，我一退，是不是他还要抗的时候，他还要抗，我再往这里盘嘛，我再往这里盘嘛，这样子懂？往下插再盘嘛。继续前进就对了，看不懂。所以接走，我曾经讲过嘛，你走到别人边去，你不管怎么样，比方讲我这样子，我走到边去，人家一定会用走，会打的人一定会用走啊，因为你走，你的身体送到他的走前面了嘛，所以你只要是往这边走，一定要注意到这个走，所以他一进来，这边也可以，这边也可以，就是什么，就是顺他走打了打出来。顺着他的走啊，顺着他的走，身体依照，看不懂啊？这个手依照人往这走，下来就往这里接，往这里接起，看不懂？接走是很重的，走是很重的，你接走一定要让。一定要让，刚好他那个弯，你要吃到那个弯，不要吃这里，要吃这里，这个是弱的，这个地方是弱的，看不懂？他一弯起来变成这个的时候，这边都很强，这边弱，好的吗？所以你要从这里吃它，看不懂？不用走，好，不用走。你看，我到这边啊，你现在走变成他现在走变成往下压了，你现在走变成往下压了，而不是往前打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往下压还是一样，我一样是吃这个，我这个往这里走嘛，哦，一样是里面，一样是里面，你要用力的地方是这里，啊，我不管他的方，他。方向是在哪里？我这边我这样一走，你看，好，他往上打，是不是还是一样往上打？我就顺他往上打，好了吗？你还是一样吃那里，好。可是他变的时候很快啊，所以你要准备啊。我要比他更快。不是，你要知道人家会用那个嘛，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进去是故意的。我故意要让他用走，已经知道我的下一步会用走，对不对？对，我故意要引你用走，什么原因？因为他这个，比方讲，他的手很强，啊，手很强。我跟他在这里斗，我吃亏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所以我要拿他，我要给他机会来用走嘛。他这个一来，我从这个地方他一接，这才会吃到他走。如果他的手来，你硬要去扳他的手，硬要去扳他的手，不行的，看不懂？所以手肘是这样子，你要拿他的肘这样子，因为要阻挡肘，因为要阻挡肘，我在这个地方，他的肘进来，最多你是用什么？最多你是用肘，左挡肘，这边变成这样，我这个一上来，我这个就会打了。看到没有？挡走对走才行，手不能对走啊，